小飞的中文学习记录。刚开始学中文，第一个汉字是几？一。第二个一。二。啊，这是二吗？再仔细看一看。一。三。对，是三。这个呢？四。哦，非常棒。这个呢？嗯，五。六。对，是五。啊？是几？对，是五。这个才是六。这个呢？嗯，二，对了，非常棒。来看看这里是什么呀？鱼。对，几条鱼？一二一二三，三个鱼。三条鱼，你来说一说三条鱼。三条鱼。好，学中文的第二年，水可以帮助我们做哪些事情？第一张图片可以帮我们洗手，可以帮我们游泳，可以帮我们喝，还有吗？帮我们洗澡。对，洗澡。还有呢？还可以洗什么？看老师。嗯，我们身上穿的，如果脏脏了，我们还可以洗什么？洗衣服。洗衣服。